的作品也非常非常的精湛，所以我才了解为什么呢？我们的新闻稿里面，我们的资料里面呢，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参展人，他们自己是其实是医师、画家、律师、画家、会计师、画家、建筑师、画家，会这样子自我期许是有根据的，因为每一件作品都非常非常精湛。那文化局呢，非常欢迎我们四师除了这一次第一次在花莲展出以外，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帮我们带进更多元素的艺术的内涵，包括了视觉类艺术以外，其他的表演类的也等等各的内涵的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。那我想呢，也希望相亲单位这里的旅客呢，炎炎夏日来到花莲，一定要来我们的美术馆来欣赏我们为各位所呈现的。